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日立机的日立机的加油马达。这个老板娘是专卖加油马达的啊，你看华飞加油马达店里专卖加油马达，很多人买了呢不懂得安装，首先把马达装上去固定好之后，把油门线固定好，固定好之后，这个螺丝可以不用打紧，扭松一点，扭松可以，固定之后呢，就打开钥匙，打开钥匙之后，因为这个还可以摆动了嘛，等一下要留着来调那个怠速的啊，启动之后。在这个用手来扳自己调那个感觉怠速800到900，自己感觉哈，调好之后把这个螺丝打紧，打紧呢固定好，然后就可以加点油了。 I am ready. Follow me.